谢谢联兴国际医院。每一年的健康检查就是都受到同仁 很多的照顾，然后他们都会非常的细心，非常的感谢他们。在我受伤的时候，不管大大小小的伤势，就是都会来到联兴这边，然后他们有一些比较专业的治疗和一些比较就是医疗设备齐全，然后让我就是可以用最短时间然后恢复自己的伤势，然后最快的时间回到球场上，就很谢谢他们。在我受伤腰不舒服的时候，联兴医院很快就是帮我安排，就是让我来这边打针，就是做治疗，让我的腰恢复的蛮快的，就是能让我在教练预期之中，让我丢出场比赛，所以很感谢，就是各位同仁的照顾，谢谢。运动员生涯中其实都会常常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伤势，我们觉得我们球队有跟联兴医院这边配合，在随时遇到受伤的时候，马上就可以就是预约到门诊，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医师啊，对我们的选手，然后也谢谢他们的同仁都对我们的非常细心的照顾，所以很谢谢联兴的各位同仁们，真的谢谢你们。来到我们的联兴，大家齐聚一堂，每一次来到联兴的时候，真的就感觉像回家一样。好。穿的球衣是主场球衣还是客场球衣？好，知道的人待会上个一群举手哦。三、二、一，客场球衣，对，客场球衣。我们今天想说是圣诞节快到了，所以穿红色的衣服来。好，恭喜，恭喜，来，我们请。等一下，我变成天使，天使，好。谢谢，好，来第二题，第二题，请问乐天桃园队唯一指名的合作伙伴医院是哪一间医院？这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我们请老五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对，来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三。乐天 Stronger， 联兴 Together。